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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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啊！我们看课本，18页。好，那这里讲到四悉檀啊，那四界悉檀啊，那我们把这个四悉檀稍微看一下，因为底下注解有啊。就是底下66的注解啊，那有讲到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啊，就四悉檀啊，那这个四界悉檀啊，是适应这个世间，随顺这个世间说的。那么为什么要随顺世间说呢？啊，因为方便诱导啊，这个世间的人，那能够去学习佛法啊。那因为你如果就是不随顺这个世间啊，那他们可能就会啊不愿意啊来学习佛法啊，所以这个是随顺世间的叫做世界悉檀啊，又叫做世间悉檀。那另外就是啊，我们说这个对治啊，对治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，就是对治啊某一件事情、某一个人啊，那么观念的错误、行为的错误啊，就是偏僻的过失而说的，这个叫对治悉檀啊。另外啊，为人悉檀啊，就各个为人啊，一般叫做为人悉檀，就是啊，那么启发人心向善向上的啊，那这个比较常见啊，大乘佛法特别喜欢啊用这种方式为人悉檀，就是强调啊，那你诵完这一本经啊，你会有多大的功德啊？那强调布施有多大的功德啊，这一种，那么强调啊，比如说你皈依三宝，你就不堕三恶道啊，那这种基本上都是启发人心向善的。那实际上就是说，那个皈依的内涵啊，或是皈依之后你必须要做些什么啊，符合这个皈依啊，就是要如法，比如说你皈依之后啊，那你行五戒十善啊，那你当然不堕三恶道啊，那你诵经之后如法修行，当然你可以得到啊这个经里面说的功德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那这种基本上这种启发人心向善向上的啊，那通常啊这个叫做为人悉檀啊，那大乘经典很常看到这一种啊，强调佛菩萨啊的感应啊，念经的殊胜，拜佛的殊胜啊，那么这种通常就是我们说的为人悉檀，因为你听了之后你欢喜嘛，你就觉得哇这么好，那我要赶快去做，我要赶快学，我要赶快念，我要赶快拜啊，就变成这样。但是你在念拜的当中，你慢慢心调伏，那么你会啊信受佛说的话啊，那这样啊渐渐你就可以得到那个作用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那一般我们说基本上就叫做方便了啊，那方便包括世间悉檀、对治悉檀跟为人悉檀啊，那色受众生的方便。好，那么另外啊，就近的就是什么第一义悉檀啊，比格例来讲啊，你说你念观音菩萨啊，求男得男，求女得女啊，这个是为人悉檀啊，但是告诉你啊，你自受业自受报啊，没有人可以把福报给你，没有人可以把智慧给你，那么一切都是依业啊，依业啊，那这个啊才是真实的啊。那么那但是这里的就近啊，就近就是第一义来讲啊，基本上就是指啊，那么你能够证到啊一切的无为法啊，那么一切法本空啊，那一切法无我啊，从这个地方说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在稍微讲到这个四悉檀的时候啊顺带说。好，那现在啊，上次讲到法句经的啊，只有自己能救自己
就是神自能救神，他人安能救啊？其实这个意思就是，自己是自己的医治，别人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医治啊。那么自己才可以调愈自己啊。当你自己可以调服自己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最好的医治，就是最殊胜的医治啊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说过，我们基本上医治其实就是皈依的意思啊。那皈依就是三皈依而已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那我们之所以要皈依佛跟皈依僧，是因为佛跟僧会引导我们、带领我们学习这个法啊，学习获得这证得这个真理，了解这个真理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那所以啊，智依止、法依止、末依依止啊，这个也是佛说的啊。那这个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了啊。那这里讲到啊，我们说过这里的翻译啊，这个神其实是。神其实是自己的意思啊，跟下面啊，等我们看第十九页啊，这个破群那既有我有神啊，这个神就是有那个神我的神，那这里的神只是自己啊，就自己能救自己啊，就是我自能救我啊，自己能救自己，那、这是一个好。那接下来看啊，我们讲平沙王迎经。啊，那平沙王就是品婆娑罗王了啊。那么迎啊，迎佛啊，那一般叫做这个品婆娑罗王迎佛经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底下的注解啊，应该是写错啊，他写平罗婆娑罗王经啊。好，那么。这里的是说，这个讲到说凡人不闻法，凡人着于我，啊，那这部经应该还要跟这个杂处啊，那么就是说这个，像我们看十九页啊，十九页这个经中说啊有杂处啊。杂业杂报业故，杂生世间得杂处杂受，啊，那他要来跟这个破群那经啊，一个就是有杂有处有受，一个是无处无受。那这个杂处杂受，应该如经中说，这个经啊，它底下的注解是引用真一阿含啊，但是这个经应该是就是这个。就是平沙王迎经里面啊，他有说到啊，这个人啊，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，就是应该这个如经中说，应该也是从这个经里面啊，那么就是平沙王迎经里面啊讲到啊有杂处杂受，那可能有一些关联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。那么这个他里面讲到凡人不闻法，凡人着于我。那么这个是佛度了三迦叶之后，那么作为佛的弟子，三迦叶作为佛的弟子，那摩揭陀国的国王频婆娑罗本来是优罗频罗迦叶的徒弟啊，就是信徒啦，信众啊，他是因为在摩揭陀国王舍城啊，那优罗频罗迦叶但像是算是最有威望的啦啊，就是他是拜佛教的。另外有一个也蛮有威望的，就是迦叶大迦叶，啊，不过大迦叶应该刚出家不久，啊，那优罗频罗是类似像摩揭陀国的宗教界的长老，啊，那国王是信奉他的。那后来佛去度三迦叶，啊，去王舍城度三迦叶，这个就是度了五比丘，啊，那总共好像度了六十几个，啊，五比丘、耶舍五十五个，啊。然后金毗罗他们三个，然后就是大概度了，有些说九十几个，有些说六十几个啊。那么之后就去度三迦叶，那叫他们每一个人走一条路啊，去度众生，然后他自己去度三迦叶啊，到木瓜岭啊，优罗频罗啊，就是木瓜岭啊，去度三迦叶。优罗频罗不是他的名字，是那个地方的名字啊。那优罗频罗的迦叶啊，叫做优罗频罗迦叶。然后度三迦叶，三迦叶后来成为佛弟子，
那么在一个森林里面啊，佛就带这三迦奢在一个森林里面禅修，结果那个森林里面都放光，啊，就很多佛啊，然后这些三迦奢很多都在里面禅修，那个森林放光，就在王舍城不远啊，这个是佛故意在王舍城附近，啊，然后其实他是要度频婆娑罗王，因为频婆娑罗王他当时去王舍城的时候，频婆娑罗王说要让伴座给他，啊，就是要跟他共同治理国土了，啊，当时的摩揭陀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，啊，就印度当时有16国，但是就是这摩揭陀国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。那佛陀不愿意，那频婆娑罗王就跟他讲，好，那么假设你不愿意跟我共同治理这个国家，那么希望你未来成道的时候，那么可以啊来先来度，可以来度我啊，佛陀就答应他，所以佛陀度了五比丘。啊，那度了这个三迦奢之后，就想到啊，他跟这个频婆娑罗王的约定，然后就去度频婆娑罗王，就故意到王舍城附近的那个森林里面，那在那边禅修。那因为在那里禅修，那个森林整个都放光，整个放光。那这个频婆娑罗王远远就看得到了，啊，就看得到那个地方放光，啊，然后就问一下啊，是这个三迦奢啊，他在那边，然后他就带领很多人，带领很多摩揭陀国的人，然后还有带领他的一些随从啊，这一些啊宫女啊，然后去那边。那去那边就见到这个佛陀跟三迦奢在那里，啊，然后他就觉得那到底是三迦奢是跟这个佛陀啊就取谈，啊，做他的弟子，还是瞿昙是三迦奢的弟子？因为三迦奢在王舍城是非常有名望的，啊，然后他有一点疑问，啊，然后这个后来知道这个佛陀，啊，这个三迦奢是，因为他看到频婆娑罗王来，他有这个疑问，佛知道了，然后就佛陀就命令三迦奢为这个大众啊显现这些比较特，我们就神通了啊，就是显现比较不一样的，然后大家就先让大家相信，然后而且是佛命令这个优罗频罗迦奢三迦奢里面的大迦奢，那然后讲完了之后，这个优罗频罗迦奢就跟大家讲啊，佛是我的师父，我是佛的弟子啊，那而且佛具有一切智啊。那我还没有一切智，就这样讲，我是佛罗弟子，那佛有一切智，但是我还没有一切智，那么但是我依佛得解脱生死啊，这个一般来讲就是佛跟阿罗汉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，那佛才能叫一切智者啊，那阿罗汉还没有办法啊，那这个时候迦奢啊，不是这些摩揭陀国国王、频婆娑罗王跟这些摩揭陀人就比较相信佛陀了，啊，就是我，你看我会显现神通，然后我得阿罗汉，但是我还不如佛啊。那么这个跟舍利佛度他母亲也一样的，舍利佛要入涅槃嘛，然后回去要度他母亲，啊，舍利佛的妈妈生了4个男的、3个女的、7个都证阿罗汉。啊，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均提沙弥啊，他自己做比丘的人家还是叫他均提沙弥，因为习惯了，啊，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是离婆多，也是舍利佛的兄弟啊，那他妈妈还是外道，然后他就要度他妈妈，那么他也是让很多天人就来礼拜他，然后都放光，然后他妈妈就觉得哇，怎么这么殊胜？他每次都跟他妈妈讲，啊，我这样不殊胜，我的师父啊比我还殊胜。啊，就觉得哇，你这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你师父还更了不起啊！你看这个频婆娑罗王也不是，这个优罗频罗迦奢也是这样啊，他显现神通啊，就是那这已经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了啊！但是他回头过来就跟大家讲，我是佛的徒弟，我还不如佛，啊，佛有一切智，我还没有一切智，那我是依佛得解脱的啊！你看，那马上大家都觉得哇，你能够这样啊，显现神通变化已经了不起了。啊，那你的师父比你还厉害好多倍啊！就说我这样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啊，我的师父比我还厉害。舍利佛度他妈妈也都是这样子的，他显现，然后就是让很多天人，甚至是梵天都来跟他顶礼。他每次都跟他妈妈说：“
我不厉害，我的师父比我还厉害啊。那很多阿罗汉啊，很多人啊，就是阿罗汉去度众生的时候，那么他们都说，那我要皈依你。那这些阿罗汉都会讲，你不要皈依我，你皈依佛啊。我们也都皈依佛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你看，那么这些就是把让大家更相信佛，相信佛法，而不是只是相信我，相信我说的，因为我说的也是从佛那边来的。啊，其实这个就是你看当时的佛弟子都是这种心态，而不是说啊，就是你是皈依我哦，你是我的弟子，不是的，都是佛的弟子，啊，那么要以佛为皈依，啊，那这个是在《阿含经》里面你很常见到的。好，那这个时候，那么大家开始对佛升起信心了，啊，那就开始啊跟国王讲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升天之法啊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。啊，这后面还有所谓的这个讲这个，啊，那么重点他就是讲他讲啊，跟他说端正法。那佛陀说法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啊，先说端正法，后来才说什么真上法或正法要，啊，通常是这样啊，赞叹解脱道，啊，你看这佛就是先说端正法啊，布施持戒啊，然后他要观察，他说法的时候要观察，哎，这个人听了这个法欢不欢喜？欢喜了，而且他明显理解了。他才继续往下说，如果他不欢喜，那你也不要硬塞给他啊，你还要修什么这种就不要了。他连这个端正法、啊、布施持戒这个基础他都不愿意了，他都不相信，或是他不愿意接受啊，或是他有一些困难啊，那么他没有那个意愿去做，那你就不要，接下去就不用讲了，叫他爬一楼他都爬不上去了啊，他说腿酸啊，那今天不方便啊，怎么样啊，那你就不要叫他爬到五楼，跟他讲五楼多殊胜怎样怎样，就不用了啦，啊，一楼他都不愿意爬了，啊，那通常就是这样啊，先说端正法，后来才说正法要，啊，正法要，那么就是解脱道，赞叹解脱道啊，那除了啊这样这样，他开始跟他讲啊，那么这个世间啊多忧苦啦，怎样讲这些，那么要解脱，解脱才就是最殊胜的，啊，这个人天虽然也殊胜，但没有解脱的殊胜。那说完了之后，那么这个国王欢喜心。啊，那么堪说正法啊，基卫王说啊，苦集灭道无我的正法要啊，他讲很多，我只是简略的啊，我是简略啊，就跟他讲啊，就是色受想行识无常啊，就讲这个，那、啊、开始啊，因为他发现到他对解脱有意愿，先跟他讲解脱的殊胜，那发现到他哎、欸、对解脱有意愿，才开始讲怎么得解脱啊，你跟他讲解脱，你跟他讲。讲这个哦，去哪里很好，他有兴趣的才跟他讲怎么去啊，那他都没有兴趣，你就不用讲到要怎么去要怎么去了，就不用了啊，你看就是这样佛说法啊，那么就开始跟他讲啊，苦集灭道啊，那么无常无我啊，这个道理啊，那讲了这个受受想行是无我嘛啊，无常无我啊，无我基本上就是无蕴无我，色受想行是无我啊，那么这个那时候品婆娑罗王不是带很多人去吗、啊、那么有很多摩揭陀国人跟着一起去的，宫女啊，那这些都一起去，都是在摩揭陀国的人啊，啊，那这个时候摩揭陀人啊，就是当时跟他一起去的人，心里面就有疑问啊，就有疑问啊，觉得说啊，如果无蕴啊，就无常啊，无常无我，那现在活着的是谁啊？那么又谁在受苦受乐？啊，色受想行识嘛，啊，那无蕴无常，无常无我，那现在在听话的，在听无常无我的这个是谁？那有苦有乐的又是谁？啊，那这个时候佛知道啊，这些人这样念，就跟比丘讲啊，因为他佛有他心通嘛，他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，就跟着比丘讲啊，说愚痴凡夫不有所闻啊，就没有智慧啊。智慧是从闻思修来，智慧是从闻思修正，智慧就是闻思修正。啊，修行其实就是闻思修正的程序。啊，这个就是得无漏慧，这个是有漏慧，从有漏慧到无漏慧，从有漏慧到无漏慧。那你要悟得无我，无我是无漏慧。
你必须要先知道无我。那什么无我啊？色受想行识无我啊，然后去思考啊，去如理思维啊，那专精思维、说说思维、思维这个无我的道理，色为什么是无常啊？那思维了之后，那么独一进处啊，那么你心专注、专精思维，那么观色如巨墨、受如水泡、想如阳焰、行如幻化、识如芭蕉啊，或是观啊般若经的一切有为法啊，这个无蕴如梦幻泡影露电。啊，那也可以，啊，那或是你要比较对峙性的，啊，观不净，啊，如病如痈如刺如伤，啊，那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那么观了之后，就是基本上这个正啊正所成慧，到这个修基本上就要怎么样？修基本上就要跟定相应了，就要专精思维了，这个就要专精思维了，就心一进去啊，独一进处啊。这个佛陀说法之后啊，那么常常跟比丘讲，或是比丘自己会跟佛讲啊，我希望佛帮我说法，我听完法后，我闻法后，当独一进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。我们稍微把这个是有漏会啊，就是你听闻了之后，你要努力去想啊，通常都是这样啊，他会去跟佛请法啊，会去跟佛请法啊，那么请法之后啊，希望佛为我略说法要啊，那我闻法后当啊，他通常都这样讲啊，我闻法后当独一进处啊，自己找一个人啊，叫做阿兰若处即进处了啊，不然你找一般的人，那么六根会攀缘六尘，那么你专心摄心的时候，你比较心比较有力量啊，当独一进处啊，一般我们讲自己一个人到安静的地方啊，阿兰若专精思维啊，听了之后，听就是闻之后，专精思维就思，然后不放逸住，就是持续。不放逸就是你专精思维，持续的专精思维，持续坚持啊，都一直这样专精思维啊。那么基本上啊，就是先要如理思维啊，如理啊，如理啊，思维要先如理，要想对，想不对，想不对，你一直这样想，越想越错啊。所以通常啊，大部分的人，因为我们的北传的修行观念后来有一些偏差，就是着重在诵经念佛、持咒、拜忏，就着重在这个。那么这个是比较情感式的啊，那么比较没有思维，比较不动脑筋啊，反正我就照念嘛，啊，那个韵调啊，要什么，比如说念佛啊，五会念佛啊，或是什么追顶念佛或什么念佛，就是比较没有思维，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模式，诵经啊，什么调什么调啊，就海潮音的什么音的那个调，音悠扬啊，这样唱而已。你也不用思维，你就是感情投入在里面，然后就那个声音啊，那这样跟着转这样而已啊。然后持咒一心，但也不想的，不要想它什么道理的，不用想它什么道理，因为你不用讲那道理，你念到多感应了，它自然通啊，就讲这样。其实不是的，这样不是佛陀教的啊。当然要看各个情况不一样啊。那么如果你本来有宿世慧，那么你现在缺就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，你只要等东风就好了。那如果你之前有宿世慧，而且你之前有如理思维了，好，那你现在只要专心就好了，那个定引发无漏慧。如果你没有，你就是修到非想非非想，修到无所有处，四禅八定，你也不能引发无漏慧。你本来没有的东西怎么引发啊？没有啊，啊，那念佛诵经啊，拜忏，念佛诵经持咒拜忏，大部分都不动脑筋。那拜忏就是照着经念嘛，一样嘛。那希望佛消我的罪，你也从来不去想什么是罪，罪从哪里升起，为什么会造罪，怎么样避免造罪？已经造了怎么办？你这个你都不知道，你唯一寄望的就是，啊，我拜忏
向佛赎罪，你又不是跟着佛，你又不是对佛造罪，你向佛赎罪，佛赦免你的罪。如果我骂你，那我跟你对不起，那还有道理。你又没有骂佛，你要跟佛忏悔什么？啊，你要你是伤害佛吗？没有嘛。那你向佛，我一般我们跟着佛忏悔，只是在佛前啊，这个我观念我们要知道，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修行，那个没有如理思维，观念错误。啊，所以不容易得到那个作用，还是会有，但是不是佛法中的作用，解脱的作用。啊，我们在佛前忏悔，只是因为佛是我们最尊敬的人，是我们最相信的人，那么我们不敢骗佛，我们也不会骗佛，我们也骗不了佛。你知道佛有神通吗？你知道你如果这个人有他心通，你敢跟他讲谎话，不是吗？你讲他就知道你在讲谎话。啊，那你也不敢动什么，动坏念头，因为动坏他就知道嘛，啊，所以基本上，我们之所以在佛前忏悔，是因为我们骗不了佛，我们也不会骗佛，我们也不敢骗佛，我们尊敬佛，所以我们在佛前讲的都是真实的、真诚的、真心的。那么因为这样的心，你了解你到底错在哪里，你还必须要知道你错在哪里。那因为凡事苦一定来自于因嘛，苦因嘛，你要解决苦，你一定要解明白苦因，苦即灭道的道理就是这样啊。那么你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灭这个苦，那么你因为做错某些事，也许现在就在受苦，也许你担心未来会受苦，这个是我们忏悔的原因嘛，不对吗？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，或是也许你不知道，但是你担心你现在会受苦，你发现你自己现在在受苦，比如说有的人啊身体不好啊，得了绝症啊，他要去拜药师忏啊，然后现在在受苦。那么从佛法来讲，这个是什么？杀生啊，他所有这种短命多病啊，那所以他也不知道他造了什么，但是他也许知道说哦，这个可能是不知道是什么业。那么你如果要忏悔，那么你必须要从这个苦，比如说你担心你现在苦或未来苦，那么你要解决这个苦，所以你才要忏悔吗？那么但是你要解决这个苦，你必须要知道这个苦是什么苦，从哪里来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苦，你要了解这些道理啊。啊，你要去医院看病，你也要知道你生的是什么病啊。你牙齿痛，你会去看骨科吗？你说牙齿也是骨头啊，你去看骨科，不会好吧？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头痛，你去看眼科，啊，你说眼睛也在头上，那这样会好吗？也不会好嘛。所以你还要先知道你的病，啊，所以佛陀有讲啊，大医王那个时候我们有讲嘛，要知病，要知病因嘛，要先治病的方法嘛。那么好，那你为什么要忏悔？那你为什么要念佛？你为什么要诵经？它不外乎就是离苦跟得乐这两个嘛，你原来有的，或是你担心它后来会有的，你希望能没有。那你原来没有的，就是功德这一部分的，或是你希望未来会有的，那么你希望，或是现在有的，你希望它更好、更多。那现在没有的，你希望它变成有，啊，就是得乐这一部分嘛。佛法不外就是这样啊，离苦得乐得解脱，它基本上就这三个而已嘛。那世间的人就是离苦跟得乐啊。好，那么你要了解这个，你必须怎么样？你必须知道它是什么因缘才具有这个。一样啊，诵经、念佛、拜忏、持咒。你看我们的修行方式哈，基本上叫做集体不思维，就是不会去想那么多，反正跟着拜、跟着念、跟着忏。那么就跟着得功德，跟着消罪障。我告诉你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这个已经没有思维的部分了。那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愚痴，所有可以解决痛苦的方法的功德，都是因为智慧，都是因为智慧。一切众生之所以造业受苦，只是因为他不知道，无知。叫做无明，无明就是不明白。那不明白，从不明白善恶业报的道理，到不明白无常无我，啊，主要就是这两个。
啊，那你因为不明白，所以你就一直造业，一直受苦，一直受苦又一直起烦恼，或业苦不断的循环。所以佛陀已经在各个经里面都跟你讲了，啊，不断的讲苦集灭道，啊，苦要有苦因，解决这个苦要从苦因下手，要有正确的方法解决这个苦因。那么我们之所以受苦，有无明，无明行识，名色六处，就是你有起烦恼、惑业苦这样的循环。那么不断的讲这个东西，但是我们通通把这个不当一回事。现在我有苦，我要灭苦，要不找观音菩萨，要不找地藏菩萨，要不找阿弥陀佛。我希望现在有苦，未来没有苦啊，找阿弥陀佛。现在有苦，希望现在就没有苦啊，找观音菩萨。通常是这样的哦，解决现在的苦。啊，要找观音菩萨，解决未来的苦要找阿弥陀佛，那解决父母眷属的苦啊，要找地藏菩萨，那解决生病的苦找药师佛。你都没有去找，那么为什么会受苦？你只是啊专心啊念佛念菩萨求佛求菩萨，那你或是跟着大众啊一起念佛啊一起拜忏一起持咒，那你就会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，没有这回事。可是我们的修行方式都是这样啊，我们所谓的法会啊，不管大大小小的法会都是不思维的，不思维的哦。你好好想，你什么时候在参加法会的时候好好想，没有，你就是专心而已。我常常讲嘛，现在的佛法就变成啊，就是你非常的专心，然后祈祷啊，就是赞颂佛陀，然后祈祷佛陀，那非常的专心，专心是对的，专心是对的，啊，要专心，精就是精一不杂不乱啊，专心精一，但是要怎么样？要思维，啊，这个就是定啊，这个就是慧啊，定慧才会有什么？要持续的相应才会什么？才会有三昧啊，啊，通常是这样嘛。可是你看我们的现在的修行方式就变成。啊，就是变成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啊，祈祷，啊，祈求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但是这个后来习惯了，你就会认为佛法就是，啊，就前面讲的要依止佛陀，依止观音菩萨，啊，那么你所有的困难都来自于你没有求佛求菩萨，不对。你所有的困难、痛苦、挫折，生命中所有的悲哀，生活中所有的痛苦，都来自于你的无知，叫做无明，不明白善恶业报的道理，不明白怎么解决苦的道理，苦集灭道不明白，啊，然后不明白无常无我的道理，因为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明白？没有听过，听过了不去思维，佛教徒是闻而不思。佛教徒很多听过啊，谁不知道缘起，谁不知道无常，谁不知道无我，谁不知道自作业自作报，知道是知道，但是还是一样不去思维啊，那么觉得啊某一尊佛特别殊胜，可以超越业报，可以不用缘起啊，那么不管苦集灭道，不用八正道，他就可以叫做横出，哈，直接解脱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有这种事。佛法叫做无有是处，没有这种道理，啊，违反了缘起的道理，违背了业果的道理，啊，那么违反了因果的道理啊，这个没有。所以很这里讲四悉檀，很多只是方便的。啊，让你生欢喜心，告诉你诵经有功德，不是你把经诵完就有功德，不是的。诵经有功德是从文思修上面去说的，诵经是文嘛，听经也是，诵经跟听经都是文，都是文。那你不文，你就不会思嘛，你从来不知道缘起，你哪里会去想缘起？不知道。那思之后要修啊，之后才有正功德，就是从正得来的。功德是从正德来的，啊，比如说简单的持五戒，那你听到哦有五戒，有哪五戒哦，那你去想那五戒是什么，怎么受？好，那之后你就去受持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之后你就得到五戒的功德。
啊，你持几分就有几分的功德，啊，有的持一分，有的持两分，有的圆满，有的连蚊子都不杀，有的除了害虫之外不杀，啊，有的除了人之外不杀，啊，很多种，就是看你持的圆满不圆满，你的功德就圆满不圆满。你并不是把五戒啊一整天都在念，早上念，晚上念，啊，念了你就有五戒的功德。那诵经也一样啊，诵经诵戒不就都是这样吗？啊，你诵经你不如法修行，你诵戒你不依戒受持，受持戒，那你说有功德，功德从哪里来？没有啊。好，我们回来讲这个东西了。那么文思修正，所有的佛法都是从智慧，都是从文开始。那么佛陀时代因为没有书写的啦，只有听，所以你一定要去依止善知识，不然你听不到佛法，你听不到解脱的方法啊。那么所以，但是文只是文而已，听只是知道啊。有文的很多啊，很多外道也听闻过佛法啊，那提婆达多也听闻佛法啊。啊，那么等一下我们要讲那个破群呐、啊，他甚至是佛的侍者嘞，啊，那么他也听闻佛法，但是闻之后没有思。我们现在我常常觉得，现在中国佛教界北传佛教界了，啊，那么的问题在多闻不思。多闻啊，诵过很多经，但是其实你说多闻也没有，就大部分的心就是那几部了，啊，法会可以诵的经基本上就是《地藏经》《药师经》。啊，《地藏经》《药师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然后大概就是，然后好一点的《法华经》，啊，就《普门品》啊，《法华经》，那么《华严经》，啊，再多一点的《大般若经》啊，就是诵经，诵经。但诵经之后不去想那么多，总觉得你一直诵一直诵，自然能通。我告诉你，没有自然能通这件事，没有。如果你诵经完之后你会通，那是因为你过去有思维，有思维的底子，就是有宿思慧啦，啊，你看有些也没有听闻，你看那个佛最后度的啊，须跋陀罗，他从来没见过佛，也没听过经，但是听到佛要入涅槃的，赶紧跑过去，在佛入涅槃中夜的时候去的，前不久他才听，他就得解脱了，他就得阿罗汉了，证阿罗汉了，那是因为他过去有那个思维，啊，他已经具足了，那么现在。你只要那个心不专注，只要专注，它就会引发啊。那么是这样子的啊。你说六祖慧能，他也没学佛啊，但是他忽然间在路上走路，听见有人在念《金刚经》，那个念的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他听的人他已经知道哦，因无所住而生即心，他没听过，他只是这样过去啊，他就知道了。他就心有所悟，他就要去出家了，把他父母安顿好就去出家了。然后后来他，你看他开悟了之后，人家都问他，他没看过的经，他没看过什么经，看问他《楞伽经》，问他什么经，他都能答，他没读过，但是他就能够解释，他就能够答得很好。为什么？过去累积的。那你过去要有累积，你现在有定就可以引发嘛。你要是没有，你以为背着一袋番薯去山里面，那自然就会解脱，没有，没有这种事，啊！你以为到山洞里面一直拜佛、一直诵经、一直持咒，佛就会加持你，让你智慧开哦、喔？没有，没这种事。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，啊，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在家里面好好念佛，佛就会加持我，佛就会把他的功德给我。就算没有，我最后也去到佛那边享受跟佛同样的福报。我告诉你，这种观念你会害死你啊！真的啊，啊，你以前不闻，现在不闻，叫做不闻不问啊！问你也不了解他的道理嘛？你认为你可以从佛法上得到多少利益？没有啊，啊！但是会结个缘因啊，有个缘呐、啊，啊，因为你还是念佛嘛，啊，你还是相信佛嘛，啊，其实是这样，啊，但是你又没业障哦，你要业障来。念佛也不能解决你的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怪佛了，真的，这个我见过很多，非常的虔诚，念佛，但是他的苦不能消除，但有一些很多是苦能消除的，那这个又另当别论，因为这个牵涉到很复杂的业果关系，啊，就好像有些人听法一听就
就见法了，像舍利佛还没见到佛，只是听马胜比丘跟他说缘起，他马上就见到了。目犍连只是听舍利佛跟他转述，他也正出国。啊，那有多少人在佛陀旁边一直听一直听啊，什么都没有。提婆达多听那么久啊，他什么果都没有啊，有三恶道的果，地狱的果啊。所以你看，那这差别在哪里？如果我们先不管我们过去到底有什么没什么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嘛，除非你有宿命通，你知道哦，我过去是三藏法师，像周立盘陀伽这样哦，三藏法师。那现在因为有一点笨笨的，是因为啊你念法啊，那所以你就有障碍。当你障碍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会障碍你自己；当你伤害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会自己受伤害。啊，当你让别人贫穷的时候，你自己就会变成贫穷。那这本是果报上是这样子的吗？好，那如果你比如说你有宿命通啊，你知道啊，我过去啊在智慧这一边，在智慧这一边有一些力量，那么你少的是什么？那你就去补那个就好了。那如果没有，你不知道，那你就要照常规来，啊，照常规来，那需要什么你就要什么，你要照基础来。那基础就是什么？基础就是文思修嘛，啊，那么你如果没有这样做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不容易有成就的。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修所谓的修行法门呢，啊，那么通常都落在不思维这一块，啊，不管你念佛，你念佛好好去想什么是佛吗？什么是佛？为什么要念佛？啊，那你还要想那为什么念佛可以得到什么？念什么佛？啊啊，念佛通常不一定，但念佛后面通常有一个目标叫做往生净土，念佛生净土啊，这基本上是现在最多的，但是以前更多了，那现在又有一些改变了啊。那么你还要知道那什么叫净土啊，那为什么要生净土啊，那这种种你都要清楚，你不清楚啊，那么持咒啊，那么拜忏诵经啊，那常常讲，我们刚才讲世界为人稀坦嘛，让你身上嘛，告诉你这本经功德多大多大啊，告诉你这个菩萨威德力多殊胜多殊胜，讲观音菩萨的时候就超越一切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，讲地藏菩萨的时候就讲啊一切菩萨，甚至观音菩萨也不跟地藏菩萨比，讲普贤菩萨的时候啊就讲普贤菩萨啊是怎么怎么殊胜啊，讲文殊菩萨的时候又讲文殊菩萨啊已经成佛是七佛之师啊，对殊胜，反正这个都是什么为人稀谈，令人生善，啊，那么因为这样，你心向于他，要跟他学习，但是你是要向他学习，皈依是学习的意思，我皈依佛就是向佛学习，我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就是我学习释迦牟尼佛，那你怎么学习？啊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我已经成正觉，此事苦我已知，此事己我已知，啊，汝应知。啊，此事己啊，我已断，汝应断。那么告诉你，我是这样走过来的，我是具足什么东西走过来的，那你也必须要这样走。他告诉你了，我现在是在什么，在什么境界？那么你如果不到这个境界来，不到这里来，那你在那里会受苦，啊，那你会一直受苦。那我告诉你，怎么样走过来的方法，道路叫做古仙人道啊，啊，它就是八正道啊。啊，那我们没有八正道，第一个是正见，正见就是什么闻，要闻正法，闻的是正法。那思呢？正思维，一样啊。你看，那你没有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，只有这一条路而已啊。你说没有，还有横出的路，哈，啊，还有另外一条路，不用经过这个，哈，啊。那阿弥陀佛的愿力，观音菩萨的威德力，普贤菩萨的威德力，那你就可以直接把你带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佛法不是这样讲。如果这样讲，那是方便说，啊，真的。那因为我们的修行很多都落在不思维啊。我一直觉得，啊，就是多数的人不去思维佛法，不去思维佛法，不懂它的道理，那么就是专心，跟外道一样，外道也专心啊。你认为外道不专心哦？你认为外道不精进哦？外道可精进了，啊。前不久电视报有一个印度人婆罗门。一只手举了40个，好像举右手举左手忘记了，啊，那么举了40年没有放下来，你认为这个简单哦，喔啊？不简单啊，40年没放下来啊，啊，开始萎缩了，他都坚持啊，因为他觉得我坚持这样做，以表达我对这个神或是对这个道理的这样的一个崇敬，那么
我受这样，我现在受这样的苦，我以后就可以不用再受苦。但是佛陀说，这个无有是处，没有这种道理。你现在虽然受苦，希望能够免苦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你不知道苦因。苦因不是你之所以会受苦，不是你没有举右手，对不对？实在你举右手了就不受苦了，就好像我现在举右手啊，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常常被老师罚站，啊，站久了脚会酸嘛，然后也会叫你罚站举手，啊，那举手的时候啊，就老师没看见，赶快放下来，为什么会酸嘛？我之所以苦，是因为我举手，现在放下来了，这是苦因嘛？放下来了，我不苦嘛？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那你生命中有苦，并不是因为你没有举过右手，所以你现在一辈子都把它举着，你未来的苦都消除了，哪里是这样？啊，那拜忏也一样啊！啊，你这个恒河里面，恒河是圣水，恒河是圣水。那么你进到恒河里面，那么祈祷就可以洗除你的罪业。啊，那佛陀就讲了嘛，如果是这样，那河里面的鱼虾，你初一十五来浸一次，它整天浸在里面，它不是比你还早解脱？啊，那不是不可能这样子的。你又不是因为你的苦，又不是你的罪，不是因为水，啊，所以诸佛非以水洗罪。亦非以手除众苦，啊，那就是诸佛非以水洗罪，不是用水来洗你的罪，啊，那我们有时候拜忏也会有这种道理啊，就是说觉得啊，我们像观音菩萨忏悔，像诸佛菩萨忏悔，我们的罪就能消。你的罪又不是像观音菩萨、诸佛造的，啊，那么他之所以向诸佛菩萨忏悔，是要让你的内心面对着佛，你戒慎恐惧，你专心。那么你了解罪，所以罪从心起，将心造嘛。你要了解我造的是什么罪，那么我为什么会造这个罪？要把那个造罪的心去掉了，那个是因啊。造罪的心是因，那为什么会造罪？无明嘛，还不是归咎到无明？你不知道，基本上就是心业缘，就是你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，你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，那个是造罪的因，叫做无知。啊，比如说我们以前杀生、钓鱼啊，或是种种的这一些啊，那么这些我们不知道这样做不对啊，我们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对，无知是最大的因。然后怎么样？我虽然知道这样不对，但是我烦恼起来了，我控制不住，我还是造了。我虽然知道偷别人的不好，有罪，但是我就太穷了，没办法，我就去偷。啊，那杀盗淫妄，虽然你也知道是错的。但是你还是会做，烦恼控制不住，无力啊，就是所以那个是烦恼让你造罪，那烦恼的起因多数是无知，那么虽然你知道这样做是错的，你还是做了，为什么？无力，你调伏不了你自己的烦恼。那有一种就是什么？无奈。无奈是什么？因缘不好，你不想做，你本身不想做啊。无知就是你会想去做，你也不知道错嘛，你还觉得这样好，啊，那这个是很大的无知。那么无力是因为，欸，你不想做了，不是你不想做，但是没办法，你控制不了自己的烦恼，啊，那个贪心大过你的惭愧心，那个嗔心大过你的惭愧心，啊，那惭愧心没有了，那你就会去做了。那无知是没有惭愧心的哦，无知是不晓得这样不对，做的时候没有惭愧心，啊，那无力是有惭愧心，但是。烦恼大过惭愧心，克服不了。虽然知道不好，但还是去做了，啊，因为欲望大过欲望，嗔恨大过那个善法嘛，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，你也知道是错的，你也不想做，但情势所逼，你被逼着要去做，啊，你不做又不行，他会伤害你的家人，他会伤害你自己，他会伤害你的儿女，你会被逼着去做，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缘不好，啊，那么心无知。啊，烦恼重，啊，因缘不好，那么才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造罪。那么造罪成熟，他会受苦。那你了解了这个之后，你拜忏的时候，通常拜忏里面也会讲到这些道理啦。但是多数的人不会去想，不会去想哦，他只是照着念，他只是在意有没有念对，有没有念准，有没有念到佛菩萨有听到。他只是在意这个，啊，然后所以他很在意什么啊？就写那个名字有没有写错
啊，那个这个有没有把我写上去啊？如果遗漏了，万一佛菩萨看不到，我的罪就不消了啊。那不是这样子的，多数的人现在拜忏法会最多人参加啊，然后诵经的法会也最多人参加，念佛的都是这样。但是我发现了 啊，就是说现在的北传佛教徒就是集体不思维，就是没有思维这一块，没有想。但是听是有听的啦，但听的不多啦，他觉得我不需要听那么多啊，我只要全身依靠什么，依靠阿弥陀佛，依靠观音菩萨就好了啊，有观音菩萨给我靠就好了啊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前面有讲嘛，自己才能救自己嘛啊，自己依着法才能救自己嘛啊。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北传佛教界了啊，有这个毛病，不思维啊，不思维。那不思维，下面修就不用讲了啊，就是说他也修哦，他闻而修哦啊，修就是他觉得专心念佛，好好拜忏啊，那么一心持咒啊，那么这个不断的啊复诵读经啊，比如说《无量寿经》啊，读过10000遍啊，你像那个《法华经》啊，那个《法华经》里面那六祖有讲啊，有一个叫做法达还是什么的，那读了3000遍《法华经》，不晓得《法华经》的道理。还要去问过没有看过《法华经》的这个慧能啊，六祖慧能，你看看不思维，那人家六祖慧能读一句偈，所以才讲一句偈就胜过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从这一句偈里面就明白，周立盘陀劫，不要说不闻法，闻了法也记不住，没有办法受持，但是他思维，你看他只闻一句偈，依这句偈思维，然后你去实践，他就证阿罗汉。但我们多数人也不能这样，要多闻。要多闻啊，那么多闻之后要常常思维，所以我常常讲这个学习佛法现在要注重我这思维，但是你不闻就没有办法思维哦，你从所闻的正法要正法哦，你要不是正法你思维起来也是错的哦啊，那么你要去思维它的道理啊，那么思维它这整个的缘起，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，你都不能没有思维，要有思维之后才有修，那我们不是，我们是跳过，甚至不闻不思就修了啊。人家跟你讲，哎，又不是正法，不一定啊。但是闻之后没有思，然后就开始修，啊，诵经、念佛、拜忏、读经，一辈子就浸在里面，啊，然后就觉得就要正啊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就落了这一块，没有思，啊。那这里是讲到不有所闻，啊，不是说只有闻而已啊，闻之后要思，啊。好，我们先下课，等一下再讲。
好，我们再继续来看啊，那讲到佛位啊，品婆娑罗王说啊，那么基本上啊，这个摩揭陀国的人啊，心里面想啊，假设五蕴无常，那么谁活谁受苦乐啊？佛知道，就跟比丘讲啊，因为他们是心里面念的嘛，所以跟着比丘讲，其实是对着那些人说的。他说：“愚痴凡夫不有所闻啊，就是没有听到这个，因为他们听的就是婆罗门的嘛，有神我的，就是你信上帝啊，就梵天，那么就可以得永生啊，类似像这样，就可以升到梵天里面啊，那么就是能够啊回归到那种清净啊、快乐啦 那种境界。他不知道无我这个道理，没听过啊。那佛陀还没成佛以前，也有人讲无我啊。但是这个无我有两个，一种就是像梵天，他讲你这个我是小我，那这个我不是真的，那个大我才是真的啊。所以他讲无我，有可能讲你这个身体的我不是真我，另外有一个真我，那个也无我啊，没有这个，没有我们这样这个我，但是有一个真我啊。另外一个讲无我的，就是啊，比如说顺势论啊，那么富兰那这一种，其实没有我。就是唯物论啊，根本就没有啊，人死了后就没有了，断灭的啊，那个也无我啊，那就是没有我啊，没有我死了就没有了啊。当然佛法讲的无我不是断灭的无我，也不是啊现在这个我不是我，另外有一个真我的那个无我，不是的啊。那么一般来讲也不知道啊这个，但是多数的人都是认为有真我的啊，有一个神我啊，就好像我们认为有一个灵魂啊，中国佛教还是根深蒂固有这种灵魂的观念，而且有人死为鬼的观念，死了就做鬼，鬼了就要超度，那就要祭拜啊，就变成这样啊。那这种观念根深蒂固，还不容易去除啊。那他说不有所闻啊，没有闻啊，我们讲过闻之后要思，不是只有闻而已啊。那么因为听都没听过，见我是我而着于我啊，从小到大啊，就告诉你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，你的眼睛、你的耳朵、你的鼻子，我那么我的身份证字号、我的相片、我的什么，那么由分别而知的啊，那渐渐，然后有根深蒂固的，就是无始以来就有的那个我见，还有由分别而起的我见，那这两种一直在互相作用啊，那么。就是你由分别来的，那么根深蒂固的这个我见啊，就更深，啊，这根深蒂固的我见又让你由分别而升起我见啊，就这样，啊，那所以啊，我们讲到这个思维闻思修，那么你有智慧了，你才能证悟我，那么智慧一定从闻思修来，那我们刚才讲到啊，这个我们北传的佛教徒多数不思维，啊。那都重信啊，信佛菩萨，信经，信咒啊，基本上就重信。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，信是把你引进门的啊。但是我们引进门，我们就坐在门口了啊。我们引进门就是要坐在门口了啊，人家不是的，人家还要登堂入室，要一直走进去的。你没有，你只要进门了，你就在门口啊，等救济，等领救济啊，不是的啊。那么信佛啊，信菩萨啊，信经信咒啊，那信咒啊，就讲这个啊，然后这个佛的心咒，菩萨的心咒，咒中咒啊，威德力啊，佛的威德力啊，都讲这个。这个基本上是世间稀谈，是为人稀谈啊。那所以要怎么样？要思。要有智慧，智为能度。智慧基本上我们讲闻法后要如理思维，要想想对。那么如理一定是两部分的，正见的世间的正见跟处世间的正见。那么世间的正见一定是有业有报，自受业自受报，一定是这样的，自受业自受报，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，因缘会一时，果报还自受，有业有报，而且自作业是受报。那么出世间的有业报无受者，
那世间的就是自己造业，自己受报，自己受苦要自己解决，但是我提供你方法啊。那么这个有业有报啊，那么有这个自受业就自受报啊，那善业就受乐报，恶业就受苦报啊。这个从世间上是这样的。那出世间上啊，从第一义上来讲，有造业的，有受报，没有受报的那个人没有，但是有受报这件事，但没有受报那个人啊。那这个就比较深一点，那这个都要去想，你要去思维。那你第一个就我不造这个业，但是我受这个苦，那么我受这个苦，但我不去解决这个苦，我靠佛菩萨解决这个苦啊。那这个都不符合我，不符合业报理论，你没有思维过啊，你不晓得此故彼的道理。你的此故彼就是我这边念佛，佛就加持我啊，我跟佛忏悔，佛就消我的罪。你跟佛忏悔，佛会消你的罪吗？如果可以，你不用忏悔，佛就会消你的罪了呀。为什么？佛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你的苦就算他的苦，就算你跟他没有缘，他都会对你起慈悲。那如果他又无所不能，我们的佛变成无所不能了啊，那所以变成他，你念他，他听见了，他知道了你的苦，所以他就用威德力，用神通力，用功德力把你的苦去除。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子，那是因为你念佛，所以佛听见了，感应到了，所以他就去除你的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释迦牟尼佛不用讲缘起，不用讲四谛，不用讲八正道，就讲念佛就好。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？他是念迦叶佛成佛的吗？啊，或者是念燃灯佛成佛的吗？啊，这个燃灯佛是传说了啊，所以说一切有部里面不承认，他认为这个传说不可信啊，所以说一切部里面是迦叶佛啊，释迦佛是在迦叶佛时代发行的啊。那么他是念迦叶佛成佛的吗？阿弥陀佛是念四自在王佛成佛的吗？也不是吗？啊，所以但是他念佛。这个念是意念，念佛的功德，念，所以要什么样？不是念佛的功德，佛把功德给我，不是念佛为什么会有这种功德？他是怎么修的？他是怎么修才修到这样殊胜的？无量寿经也这么讲啊。这个法善比丘问世自在王佛，这十方诸佛各个国土那么殊胜，是怎么修的？啊，他就是要学习，所以他才要累劫修行啊。你看看世自在王佛法善比丘听了之后，听了世自在王佛看了这些国土的殊胜，他用五劫思维，你看他还不是一样要思维，他是不是他用五劫思维，他还要如理思维呢？他在想什么？为什么这么殊胜？他是做什么？不同的殊胜，三十二相都是不同的善法来的嘛？啊，就是你牙齿整齐啊，那你没有讲妄语啊，那这个。这个你面貌庄严啊，你买花供佛啊，你没有嗔心啊，这个是这样的，你要思维嘛。这些国土的殊胜，这些佛的殊胜是怎么来的？法藏比丘都要用五劫思维啊，因为他不是思维一尊佛啊，他是思维这些国土所有的佛到底怎么修行的，他的所有殊胜他都要具足啊，所以他必须用无量劫去修行啊。累积这些功德啊，那我们不是啊，我们也没想那么多，也不管那么多，啊，就好好念佛，就会跟佛一样。法藏比丘有这样跟你说吗？无量寿经有这样讲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你没有看到？你不知道？你看到了，你也不知道，因为你不思维，你从不去想道理，你从不去讲这个经里面告诉你什么，他在说些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某一个大德说啊，念佛就是说念佛就好了，不要修其他的了，啊，然后告诉你，啊，你到底是跟谁学？你如果要跟佛学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你要好好听听佛都讲了什么，啊，那你都在修什么？佛到底是什么？那佛都讲了什么？那你到底在学什么？你都学了些什么？没有在想这个。所以你看哦，要怎么样？听闻佛法啊，要怎么样？要如理思维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没有如理思维，后面都不用讲了。你要修不来了，修不成啊，修成的不是佛法啦，
不对嘛，不对嘛。然后要怎么样啊？因为为什么要专精思维？专精如理思维就要专精律师。为什么要定？要有定才能引发无漏慧，没有定引发不了无漏慧啊。最少都要有位道地定啊，久住心的等持啊，啊内住续住安住静住啊，那么调伏极静就极静啊，这个专心一去啊，就那么等持啊，那么你最后面的等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个位道地定，你才能引发无漏慧。但一般你要智慧很高，你才有办法，就是你的修要到正之间，它中间要有定啊。没有定，修不能成为正啊，不能成为修正啊，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为什么要叫你修定？修定啊，那至少如果你智慧高，位道地定就可以了。如果智慧不到，那至少要四禅，最保险的是在四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那个定还不心还不很专啊，啊，那个巡视初禅都还有巡视啊，啊，那都还有那个分别啊。那么这个修道真要定啊，啊。那么你要能够修，你没有戒你也修不了啊，会有障碍啊，啊，所以他才讲这样啊，所以要专精思维，啊，基本上就是修了。那么你要成就，你不是一次两次，你要烁烁啊，所以叫做不放逸住嘛，住不放逸嘛，一直在专精思维里面嘛，所以要一段时间。要一段时间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通常都以七日为一起的。通常以七日为一起，啊，那么你专精思维。那么如果要看个人的障碍、烦恼跟智慧的层次，会有差别，啊，有些人他就卡在那里，比如说阿那利够精进了吧，啊，二十亿耳够精进了吧，但是都不能成就，啊，那。二十一耳是佛去跟他点化，啊，告诉他你的心太急了，所以你越精进越不能成就。啊，那阿那利是舍利佛去跟他点化，啊，你自以为天眼第一，你自以为精进没有人比得过你，但是你很烦恼，你一直这样精进都没办法解脱，这个就是你的问题，啊，你的慢心起来了，啊，啊，你自以为天眼第一，啊，没有人比你殊胜。这个慢心就障道，没有办法让你得解脱，啊，那这个你一直觉得我这样用功都没有办法得到，那个后悔，那个悔心就起来了，掉悔，啊，然后那这个也让你障道，他不知道啊，他就一直这样觉得就可以成就，没有，啊，那个关键你没有掌握，你看不到那个关键处，那你就是太急了，啊，或是太自以为是了，那么你就让你不能够好好思维，那个障碍住你了。啊，就有一个盲区啦，有一个盲区盲点，啊，那我们修行有时候会这样哦，喔，所以有时候要冷静下来想，想一想，我现在有什么问题？那为什么？冷静，先不要加入个人的思维，就是冷静，只是单纯跳出来看这件事。如果这个是别人，就是这是另外一个人，那我看他这样，那么因为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都很精准嘛，但是分析别人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就看不到，为什么？你把自我加进去了，啊，你跳出来再看看这件事，然后先不要，因为你牵扯太多情感的因素在里面，你就会障碍哦，啊，所以你就跳出来看这件事，然后好好用佛法缘起的道理、此故彼的道理，好好去想这些，有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哦，啊，那要习惯这样想啊，要烁一次又一次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一次，若两次，若三次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两日，甚至若一年，若二年，若三年。你就要常常这样想，不是一定要坐着想，走着也可以想，躺着也可以想，真的，就好好想这些道理，随时随地就想一下，想一下这个世间的无常的道理、无我的道理，你苦急那个急那个烦恼的道理，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？烦恼到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？啊，为什么会痛？痛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？一种什么心所？根尘是何而生处？啊，那个处。触去受想之那个受苦受，那根尘是怎么样升起受？这些受是如何升起的？这个苦受，苦因为苦受比较明显，我们要去除嘛。乐受基本上就不会了，乐受就会不会去想啊，一般不会去想乐受怎么来，哈，都会去想苦受怎么来啊。但是苦跟乐走了就变成苦了嘛啊。但乐受的时候，乐受的时候人是更不会思维的，真的哦。
啊，但是太苦了也没办法思维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养成习惯，就是思维，苦受肉受的时候就思维，啊，你在痛的时候，你有时候要想，知道是痛，那你要想啊，为什么会痛？除了病因之外，痛的因要解决外，你要想心为什么会执着在这个痛上？为什么对这个痛那么难以忍受？那是谁在痛啊？你好好想这个东西啊，啊，那你会想了之后，渐渐，你的智慧就不一样了，真的，你就有思索成慧。然后你哪一天专心的时候，好好想这些事情，开始有修舍成慧。那么一日若一日，若一日烁烁的，你就有正所成慧。真的就是这样做的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啊，啊，那通常都是不想。啊，我们就念佛、持咒、拜经、拜忏，啊，那就是用功的时候不想，那不用功的时候就想什么？想烦恼啊，还想什么？啊，想这个谁怎样，那个谁怎么样？啊，我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？就想这些啊。那你看，那你怎么会有成就？你哪里去得成就？从头开始都没有智慧，啊，只有少少的闻所成慧，啊，那如果是有修，那个也没有不是慧，啊，那个就是。修成外道的啦，哈，啊，那这种是我们发现了啊，发现多数的不管在家出家了，啊，修行有盲区啊，盲区啊，就少了这个如理思维，啊，那要坚持，要专注，要坚持如理思维，啊，那么你就会从佛法得到利益，真的，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从缘起上看，你绝对不太执着，因为因缘和合，它就要具足了。因缘而合，它就会升起，你不能让它不升起。所以对已经升起的事，你不会去执着，因为执着也没有用。对未升起的事，你会去预防，预防不了，你会去寻找原因。所以你也不会太执着，也不会痛苦，真的。啊，那这种就是这种，都是透过如理思维来的。啊，那这一块是我们比较缺的啦。好，那所以他这里讲，那么因为不有所闻。啊，那么见我是我而着于我，就执着我了啊。那不知道无我的道理嘛？那么但无我无我所啊，就是说一般人执着我，但其实无我无我所，空我空我所啊，其实就无我无我所。法生则生，法灭则灭。后面还有啊，等一下我们再引到那个杂处的时候再来写它后面的啊。那基本上啊，从我们是从这个里面来讲啊，就是说，啊，这个多数的人不了解无常无我的道理。其实多数的佛弟子都知道佛法讲无常无我缘起，都知道，很少不知道的啦，真的，都知道啊，讲业报，讲无常，讲无我，讲缘起，都知道，但是实际上不知道什么是缘起。那顶多他就无名缘行，行缘是四缘，名色名色缘六路，六路缘处处缘受，受缘爱爱缘取，取缘有缘生老病死，又悲恼苦，啊，他顶多可以背而已啦，顶多考试可以考出来啊，啊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应用，为什么没办法应用呢？没有思维，无名缘行，行缘是什么意思？四缘名色，名色缘六路，六路缘处处缘受，这些又是什么意思？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那？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啊，天天都是这样啊。就好像你家里有针，哪一天要补一壶啦，你要去跟人家借针，因为你找不到你的针啊，你只知道家里有针，但不知道针放在哪里。你也知道佛法有讲缘起，但你不知道的缘起的道理在哪里。现在并且是这样，你知道无常，但你不究竟了解什么是无常。所以你还在追求常，你即使知道佛法讲因果，如是因如是果，但是很多很多你的修行都不按照因果，都没有因果的，啊，不是自作业自受报的，都是你造了业，然后这个希望不要受报的，那谁让你不受报？佛让你不受报，佛可以让你不受报吗？啊，那你知道这种道理吗？你知道，但是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也许、可能，或者有例外，有例外。所谓的法则就是没有例外，所谓的法则就是没有例外。
哪一尊佛都不能有例外。啊，你说这个天人不能把福报给我们，但佛威德力大，啊，有四无所畏，十八不共法，有大慈大悲，所以他可以。没有，也不可以。你说这个恒河不能消我们的罪，梵天不能消我们的罪，但佛可以。没有，不可以。佛只告诉你灭罪的方法。啊，有一个记忆是这样子的，我们顺便讲这些道理啊。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错误。你看，诸佛非以水洗罪啊，他不是透过水啊，可以把你的罪去除。那你说，那透过灯、透过光、透过什么都可以吗？一样不可以。它不是水啊，但是它是一条被子啊，往生被盖着就除业障，不可以。透过咒、透过被子、透过咒、透过一个符啊、透过什么都一样不行。啊，你念的这个咒的，然后这个水给他喝，这个米给他吃，然后他就除你的罪啊？没有啊，非以水洗罪啊，不管他是或是往生被啊，或是什么都一样啊，或是一条筋一条什么啊，没有啊。那么不是透过外力外物咒语符图腾啊，那么所有的影像什么这些都没有，亦非也不是用手除众苦啊，放光加持。啊，那除掉你的苦，啊，那你为什么让佛可以让你，佛可以加持你啊？你诵经念佛拜忏，让佛加持你，哈、啊，那帮你除罪，啊，帮你除罪，啊，帮你离苦，啊，帮你除罪，啊，那透过那个灭定业真言啊，帮你灭这个业，让你灭苦啊，哪类像这样，非将所证迁于他，就送给他了。啊，不是把我修的功德福报啊送给你了，就回向给你了，让佛把他的功德给我啊，那我们叫离苦得乐嘛，啊，我要离这些苦靠佛，我要得乐靠佛，我要生净土啊靠佛，啊，我要往生净土啊，我就一直念佛啊，佛念我的虔诚啊，就把我接去了，啊，那我要升天上啊，我的父母。堕落恶鬼了，我一直念佛啊，佛看见我的孝心，就把我父母接到天上去了。我们通常都这么想法，这样想是不对的啊。然后，那么不是啊，把我所得的功德啊，这些功德啊，戒定慧解脱、解脱之见啊，大慈大悲这些啊，完全就是智慧这些送给他啊，就把我的功德移到他那边去了啊。我们一般叫做回向，也是这样概念，其实不是哦啊，不是，是怎么样？是。开示法信义啊，就是真理缘起中道无我，开示这一些法信，就是诸法的实际的道理实相啊，那么的道理啊，法信其实就是等一下后面会讲如法信实际啊，他讲到如法信实际，其实就是涅槃解脱的道理啊，无我的道理，那么令他得解脱，告诉他解脱的方法，其实是这样子的啊，大家应该把它背起来，天天念几遍，你才不会啊，天天想着要佛啊，用什么方法帮你洗罪，又佛用什么方法帮你除苦，那用什么方法让佛把他的功德送给你？天天想这些有的没有的，啊，不如理思维，啊，你的思维有思维，但是不如理思维，啊，这样是没办法得解脱的，真的，啊，那天天就祈祷。啊，那
这个希望佛啊能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，希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佛当然大慈大悲啊，佛当然救苦救难啊，但是他的慈悲显现在他告诉你方法，那么你照着方法做了，你就能够离苦离难，他就是救苦救难，其实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要不断地把这种方法宣扬出去，然后告诉大家应该要努力的治一子法一子啊，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弘扬佛法，才能够让正法久住啊。那如果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从来不思维，那这样是没办法的。好，我们往底下看啊，就讲到，因为这里讲到啊，这个凡人不闻法，凡人作于我，那是来自于啊《频沙王问经》啊，就是《频婆娑罗王迎佛经》了、啊。这个在《众阿含卷十一》啊，它底下也有啊，它底下是引这个哦，《众阿含卷十一》。好，好，再往底下看，他说：“又佛啊，第十九页，又佛二业经。这个佛二业经是《众阿含世间经》啊，我看他注解是写什么？哦，它底下有《众阿含卷三十四》。137经，啊，它是世间经啊，世间经。佛二业经是世间经啊，啊，这个经名哦不一定啊，看谁人取的啦。佛讲经的时候是没有经名的，那后来为了标志，所以有些经名，但经名谁人取的啊？有时候用阿难啊，阿难很多啊。啊，所以有时候就为了辨别，就取不一样的。那这里叫做佛二业经。那佛二业经基本上啊，二业是从成佛到涅槃啊，因为成佛在中业，涅槃也在中业啊，成道在中业，涅槃也在中业啊。那出家他也在中业了啊，出家也是半业啊，所以佛陀。出家、成佛、涅槃都在中业，啊，啊，都在中业。好，那这个二业经，众阿含是世间经，它是世间经，众阿含都有经名啊，常阿含就比较少，啊，众阿含大概每一部经都有经名啊。好，叫做世间经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。他说：“佛初得道业，自波涅盘业。那么是二业中间所说经教，一切皆实不颠倒啊。他是这样子的啊。那么佛成道的时候并没有说法，那么有些说他五七日不说法啊，有些说他七七日不说法啊，他并没有说法。但他不是说佛初业说法，不是成道的时候说法，不是这样。他是说从成道成佛到他入涅盘。”那么这中间所说的法啊，其实是这样，并不是说佛成道的时候说的法啊，不是这样啊。然后他说从正觉世间经，从正觉佛从正觉至涅槃，于其中间。如来口有所说者，彼一切是真谛。好，就是。因为佛是一切智者悟了真理的人，所以他说出来的都是啊，我们叫做从中出教，从他所证的所说的，所以因为他证的是真实的，他所证的是真实的，所以他所说的就是真实的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所以他说是二业中间所说经教，一切皆实不颠倒啊。那众阿含的经文就是这样啊，比一切是真谛啊。那
他说因为这里在讲这个世间希坛跟地狱希坛啊，就是方便跟就近之间的差别啊。因为佛有时候讲有我，有时候讲无我啊，在世间希坛啊，那时候有众生啊，生人天三恶道，那不是有吗？有我有人吗？啊，那有果报吗？那这里又讲无人啊，那前面法句经讲自己能救自己啊，然后这个平山王引经讲又说啊。那么无我无人无众生啊，就不用讲这样了啊。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？那基本上在讲这个有，讲有是世间希坛，讲没有，讲因为随顺世间说的嘛。在讲如是我闻的我的时候啊，大智论在讲如是我闻的我的时候，也会讲到这个啊，就随顺世间讲的。好，那这里二业经啊一样啊，它也是从世间希坛来说。他说佛成道到涅槃啊，所说的经教一切都死，所以不是说他这里讲说不是说讲无我的才是死，讲有我的就不死啊，不是这样啊。那么这个底下如果大家有这本讲义的话，看那个导师就注解66那边啊，有四希坛死不死这些啊，那他里面稍微有解释了啊，就是说四种都是死啊，但是唯有圣意才是真实啊，都是死，都叫做死啊。世间上的死啊，就是世间的死跟圣意的死啊不一样啊。那所以他这里讲四希坛中各有实有啊。那么上次第一义是究竟死啊，就这样。所以可以说这四种都是死啊。所以这里也讲嘛，一切皆死嘛，所说经教一切皆死。若死无人者，啊，假设啊没有人啊，就是前面讲的无人，无我无人，啊，那么佛因而言，我天眼见众生，啊，是故当知有人啊，他见有众生啊，怎么会没有人呢？世界希坛故，非是地狱希坛啊，就是佛之所以这样讲，是由世间希坛讲的，啊，这里讲世界希坛，世界希坛讲的，随顺就是随顺世间讲的啊。啊，随顺世间讲，那并不是从就近了义上说的，啊，那所以这个要分别了，方便说跟就近说，不要把方便当就近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这里又问，第一希坛是真实，实故名第一，愚者不应死，啊，那他这里说不是，啊，因为佛说的都是实嘛，四希坛各个有实。如法性实际，好，讲到这个如法性实际，这个是般若经非常常见的啊，这个跟这个如法性实际跟空无相无生圣意涅槃啊，基本上其实就是空跟涅槃的意名啊，如法相实际。这个三法性是阿含经里面，不是阿含经啊，般若经里面非常常见的啊。好，般若经很常见啊，这个如法性实际，这个叫三法性，般若经的三法性。最初的啦啊，三法性啊，就是我们讲法性，刚才讲法性，如法性实际。那有时候讲如啊，如法性实际啊，啊，这个其实都是涅槃无我的意名啊，空无相无生啊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讲。那另外有所谓的实法性，后来增加了。就是它开始名词化了，啊，本来就是涅槃而已。佛陀只要讲就是涅槃空或是涅槃，啊，比较常说的阿含经比较常见的，啊，空还不常见，空有啊，但是涅槃，啊，涅槃无我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后来就讲啊，如法性实际，啊，这是般若经，般若经啊，尤其是中品般若。啊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
啊，那么常说这三个如法性实际。那另外啊，有所谓的啊，有所谓的这个实法性啊，实法性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有什么差别。这个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也有解释啊，在我看在哪里，在《大智度论》卷32啊，皆是诸法实相异名啊啊，《大智度论》卷32，《智论》卷32，他说皆是诸法实相异名啊，就是诸法实相，皆是诸法实相异名。有时候叫法界，反正很多，等一下再来讲，就是诸法实相的义名。啊，另外一个名称呢，啊，都一样的，一样的同名啊。那另外有所谓的实法性，后来慢慢名词化了，开始有实法性，叫做真如，啊，如一般就叫真如，啊啊，有时候叫一真法界啊，真如法界，啊，《华严经》喜欢讲一真法界啊，那其实是一样的啊。法性、法界、法性啊，我们记得啊，若佛住世，若不住世啊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了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啊，那一样啊。那么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，真如法性、法界、法性不虚妄性啊，写在这里好啊，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。那另外有所谓的啊平等性离身性啊，后来的《般若经》就有看到这个了，实法性了，平等性离身性，法定法住实际实际啊，就包括这个实际。就变成十个了。那这个如就是真如，啊，就最后一个是实际，啊，就是这个，啊，然后法性，啊，平等性，法性，然后真如，啊，就变成啊变十个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啊，这个离有一个离什么？我看。我没有写完整，啊，离身性，离身性对，平等性，离身性，离身性，离身，无身啊。离身性，啊，那如果是后来又多两个。多两个就是十个之外，十个之外再加一个虚空界不思议界，就是十个之外再加两个啊，虚空界不思议界，啊，这里《华严经》有没有？欲光法因光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啊，法界法界。好，那么这个是《般若经》里面讲的所谓的如法性实际，后来慢慢演变啊，慢慢演变变成实法性啊，这个是常见的啊，这里也有啊，大智度论它是依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。那如果依这个如法性实际，它是同样的，但是如果依这个，比如说中论、中观不是中观学派的一些解释。啊，比如说深造啊，他的一些解释就是说，这三个可以分深浅，可以分深浅啊。他讲的很有意思，我们就讲这三个就好了。啊，我来看，啊，这如法性实际，啊，好，从三法性演变到十法性，又演变到十二法性。啊，那他说啊，他说这三个啊，也是观的深浅有不一样。啊，观的深浅啊，他说这个都是空涅槃，啊，就是
无我啊，或是这个圣意无声啊，无相啊，圣意无声无相啊，一样啊，圣意无声无相啊啊，基本上就是诸佛啊，就是佛跟佛弟子阿罗汉所证的，所证的一个境界了啊。那基本上就是常见的就是讲涅槃啊。那这个深造啊，他讲到说这个是观有深浅，这三个观有深浅蛮有意思的，我们可以参考了啊。其实它是一样，它是观有深浅啊，所以讲如法性实际。那如果十个那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啊。它是就这三个来讲啊，它其实应该是一样的东西，它其实都是一样的啊，但是他为什么分三个呢？总要讲一个道理出来啊，所以他有这么说啊，这我们只是参考了哈。那么他说就好像看树啊，他第一个如法性实际，如法性实际啊，因为三个的时候可以讲啊，那如果十个十二个你要怎么讲啊？就他只是都一样的名字啊。好，但是他说如远见树，远见树，这个是他说的了啊，那就是深造说的了啊，但我们参考而已啊。那么知定是树啊，你远远看见就知道那是一棵树啊，远远看见就知道了。那法性是如近见树，如近见树啊。那么这个实际是如近之数啊，你不晓，你不但是近，而且你还了解这个树的树枝树干啊，它的生长的整个状态你全部知道啊，如近之数啊，根茎枝叶之数啊，如近之数的根茎枝叶啊，他说这个叫实际之数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如法性实际啊的一个差别。好，那这里说到啊，这里说到如法性实际啊，世间悉谈故无啊，地亦悉谈故有啊，讲没有跟有啊，人等亦如是，世界悉谈故有，地亦悉谈故无啊，就是。世界悉谈跟地狱悉谈不一样，如果从涅槃来讲啊，那世界悉谈是没有啊，那地狱悉谈是有。那从这个人来讲啊，从世界悉谈讲有啊，那么从地狱悉谈是没有。所以者何？人五众因缘故有是人等啊，就是人之所以有。人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五个条件，就是五蕴合合。我们说过啊，就玄奘翻五蕴，玄奘以前啊，就是罗什翻五众，罗什以前翻五因啊，不一样。那这五众因缘故有是人等，那就是色受想行识合合而有所谓的人。那就好像牛乳。有色香味触啊，所以有这个牛乳啊，有四种因缘合合。那么假设牛奶乳实在没有，乳因缘亦无啊，就是从实际上来讲啊，那么从世间来讲，那么因为有这个牛乳啊，那这个牛乳的存在是因为有这个色香味触这因缘合合，才有这个牛乳。那今汝因缘实有故，汝亦应有。有这个因缘，有因有缘，世间即有因有缘，牛奶就形成有牛奶啊，其实是这样啊。那么牛奶所以也应有，那么这种有叫做因缘有，它不是实有啊，它也不是没有啊，它是有因有缘的，就是这种有佛法的有是因缘有，它不是实有。啊，也不是没有啊，断灭的
他说并不是如一人第二头第三手，因为一个人只有一个头嘛。假设啊，你说这个人两个头，那那个头没有，他只有这个头是安上去的，没有的，没有真的有第二个头啊。那么第三个手啊，那当然你说那个连体婴啊，一个身体两个头啊，那个是那个不是一个人，那个其实是两个人的 啊，两个人一个身体啊。那一人第二头第三手，无因缘而有假名啊，像龟毛兔角也是这样的啊，龟毛兔角啊，龟没有毛，兔没有角，那你把它安上去的啊，那它只有假名，但是这个假名也是不是因缘有的啊。那无蕴这个人啊，就好像兔子的毛啊，这个是因缘有，龟毛啊，这个不是因缘有，这个只是这个没有啊，这个是假有，但是这个不是，这个只是有一个名而已啊，它实际上没有这件事啊。但是兔子的毛实际上是因缘有的啊，那人也是因缘有，那人的头是因缘有，但是第二个头第三个手啊，人只有两只手 啊，那个就不是了，那个只有你只是给他按一个假名，实际上没有这种东西存在啊。如是等下名为世界悉檀啊，就讲什么是世界悉檀。好，那这里啊接着讲为人悉檀啊，他是讲各个为人啊，其实就是为人悉檀。那什么是为人悉檀呢？啊，他说观人心而观人心行而为说法，就是他的心跟他的行为了啊。那么就是这人这样做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人这样意思，所以他会怎么做啊？一般就是心行啊，就是身口意啊，啊，身口意就是心行啊，啊，身口就是行啊，那身口意都可以叫行啊，身口意都可以叫行。啊，那心写，那基本上就是身口意心写啊。那么而为说法，于一事中或听或不听啊。他这里讲到如经中说，好，我们先来看他的注解。他的注解是76啊，是从真知部里面说啊，当人转生时，他的业会成熟；当此业成熟时，他会在此生或他处接受果报。好，那我们说过这个可能跟平沙王迎经也可能是同一本啊。好，那因为刚才讲到这里啊，他说法生则生，法灭则灭。好，这中阿含的，那么皆由因缘，何谓生苦啊？这我们只是要讲无我而已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擦掉啊，先写在这里好了。这个中阿含的世间经啊，他后面说到啊，众生因缘会相连续，则生诸法啊。啊，说前面的啊，我们讲法生则生，法灭则灭，无我，但法生则生，法灭则灭。皆由因缘和会啊，他前面讲那谁受苦乐啊，那都是因缘和会生苦乐啊，皆有。啊，就因缘具足了啊，生苦乐，生苦啊，其实生苦生乐了啊，因为前面是讲那谁生苦乐，谁活谁受苦乐啊，那么皆由因缘和会生苦。若无因缘，啊，诸苦便灭。啊，众生因缘会相连续，则生诸法。啊，就有众生了，因缘会相连续。则生诸法。好，然后他后面说到啊，如来见众生相连续生矣，便作是说啊，有生啊，如来见众生啊，这个就是是，这个就是为人悉檀啊，见众生
相联系身体啊。我们把这个讲完，变作是说，他这里讲到业啊，有生有死，有生有死。我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啊，像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。我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没有啊，这里没有。好，没关系啊。有生有死，然后说我以清净天眼见此众生生死死时，好色恶色，或妙不妙，往来善处。有死，见此众生生死时，生死时，生死就是死时生死啊，啊生死，那生到哪里去呢？啊，他说好色恶色，这里就讲到业，或妙不妙。或妙不妙啊？那么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啊。现在讲到业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。见其如真，啊，重点他在讲啊，若此众生成就身口意二行啊，若此众生成就啊，观他的心行嘛啊，身口意二行，身口意二行啊，毁谤圣人啊。那么就是种种啊，身可又行，那么必至恶处，身坏命中必至恶处，身坏命中必至恶处。这里就有人啊，那么有众生，那么会怎么样啊？会生到恶处去啊？观他的心行啊，看他啊，身可又行，他说这个人身坏命中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那么若众生啊，那么成就身善行啊，一样啊，成就身善行，身口意善行啊，那不毁谤圣人，正见成就啊，做正见业啊，身坏因此缘此啊，身坏命中啊，一样啊，身坏命中，那么生必到善处啊，必生善处乃至天上啊。一样，必生善处乃至天上，身坏命中必生善处乃至天上啊。那么必至恶处，恶处有三恶道啊，那或者最不好的就在地狱，那生善处人天啊，那最好的在天上啊。那么基本上是讲这个，那后面有说到啊，这里又说到，因为这里讲业啊，那么依个人的业说他生善生恶，那这里有讲到这个所谓的杂业杂报业故，杂生世间得杂处杂受，那这个我们下次再讲了啊。那这个就牵涉到另外啊，可能就是他这里讲业啊，但是因为你造善业啊，因为他这里是讲你造善业就生到好的地方，你造恶业就生到不好的地方。那依这个大智论里面有讲到啊，所谓的业它有分三种跟四种啊，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啊，就是所谓的杂业啊，因为善跟恶，杂就是杂染，杂有善恶啊，那么它的
先把这个观念想一下好了，就是说你身为人基本上是一善二业，比如说你是善业升到人中人天，但是为什么在人中受那么多苦啊？因为人有很多受苦的啊，那非常的苦，那照理讲他是造善业才会升为人啊，啊，那如果恶业他已经造三恶道去了，但是他身为人，但是他过的生活又像三恶道的生活，啊，那为什么这样？这个叫做杂业、杂染业，啊，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。皆共成佛道。好，大家稍微休息。